的，我说实在话哈，饭店里做的都恨不得我们那块，我为啥不吃咖喱，就是因为我们那块做的根本就不好吃。嗯，肉肉一锅哎，这个有点烫，先吃碗里的，巨香。姐妹们，这狗男人做饭太好吃了，姐妹们，真的难以置信。全是鸡腿，全是肉。你再晾一会儿，因为这个有点烫。无敌棒，盘子里晾一会儿，要不然太烫了，还在冒哈气。稍等啊，晾一会儿。我先快出来一盘，这盘在旁边再晾一会儿。太好吃了！万万没想到，这做饭是真的好吃啊！配米饭刚刚好，你看还在冒热气。没事，这一锅都是我的，我一个人吃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哇，这玩意儿还得洗脚盆里，不行，这锅太保温了。整个大点的勺子，盘子里倒吧。我又给它搞盘里了，姐妹们，能凉得快一点。嗯，要不然太烫了。哎，太感人了，喝不下。我头一回觉得咖喱好吃。大米饭可很久了。
太好吃了，哥，你都把这个大米饭都吃出来到地方。OK， 直接用这个勺子吧，这个勺子大，那个勺子太小了。干饭吧，姐妹们。超级好吃啊，吃了啊！他还说怕我做多了我吃不了，还是不够了解我，不够。好几天没见的肥腊肉啊，姐妹们，快点吃，因为我放空调底下放久了，要不然它就凉了。嗯，我的青天爷，先用水煮，然后再用高压锅压，我不卖腊肉啊，又咸又肥又腻味，我的妈，一般人真享受不了啊。入嘴即化，满嘴流油。它这个皮煮到最后，它也是可能是因为腌制风干过的原因，它就比较有点脆韧的感觉。吃了这个，但这个吃多了是真上头啊。嗯，老解馋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厚度，油滋滋油润润啊，姐妹们，这玩意谁看了不上头。我这是煮了3斤的，太香了。
巨棒。但是，妈，但是咸也是真的咸，再怎么用水煮它也是咸的。你们买肥的多瘦的少的，它相对来说含盐量能低一点，我感觉它这个盐度只要是能储存在这个瘦肉里，肥肉反而不会那么咸。